在座的波士顿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波士顿音协合唱团成立于2015年11月5日，到今天已经八年。那么我们在这个八年所走过的这个路程中，感谢、感恩、感激我们波士顿和我们美东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观众对我们大家的关爱。我今天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感恩、感激，感谢我们培养我们、指导我们的各位声乐老师。在此，我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感谢我们观众对我们的关爱，感谢我们音协各位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我们更加的感激，到今天我们非常感激，我们有我们专业指挥朱朱指挥啊，还有我们非常 talented 的张海琪老师，刚才那么我们今天都是音协合唱团向大家献上我们冬季合唱音乐会。我们呢，以我们这么多年受到老师专业培养，大家积极努力去学习歌唱，培养自己的歌唱艺术，提高自己的歌唱水平，提高自己的合唱和声水平。今天我们献给大家这场音乐会，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谢谢。需要去指引他。
很多中国的合唱音乐现在非常喜欢用一些独唱的作品进行一些改编。那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它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独唱的作品，而且它是一首流行歌，我个人很喜欢，然后选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男生也非常喜欢。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作者以及他首唱的这位歌者，他自己是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李健。所以，这让我觉得他写出来的歌非常的不一样。他不一样在他很喜欢打乱正常的一些节拍的韵律。
码说对我来讲难度很大。这首歌呢是一首宗教歌曲，它不但是宗教歌曲呢，它还主要是带着爱，带着感恩，对这些思绪的表达。所以呢，在这个节日季节吧，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祝福每一位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Thank you.
So this piece, I have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So she used lots of the Mongolian folk music elements. This is very challenging for her because the Mongolian long tune elements are made for Mongolian music. It's not for traditional harmonic structure. But she combined this pretty well. So this time, the program that I choose mostly are folk music elements. And this one is the most famous Chinese choir music.
这个版本是姚先生姚鸿年先生所改编的一个合唱版本，很可爱，很灵动，很江南，而且非常中国元素结合的非常好。他也跟之前我所提到的作曲家一样，他呢是属于结合了两种技法，采用了很多当地的元素，然后也将自己所运用到的一些合唱的传统知识结合起来，写出了这样一个小品，非常精致，非常漂亮，所以有
庄严以及这样一个较劲。我觉得呢 ，Oh Holy Night 这首歌呢，它是这个一首非常非常经典、非常令人啊、感怀的圣战圣战夜的曲歌曲，因为它这个表达的这个是呢 ，Oh Holy Night，The Star are bright and shining。It is a night our dear Savior's birth。所以说呢，让我肃然起敬。所以说呢，我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唱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Thank you.
常的欢迎底下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唱。来，第一首作品是《Silent Night》。